总指挥长同志，我们奉命执行神舟十三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，准备完毕。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大队航天员翟志刚，航天员王亚平，航天员叶光富，出发。是，敬礼。油机关机，船舰分离，太阳帆板展开正常，座舱环境正常，可以打开面窗。神舟十三号明白，动两动三开面窗。长城报告，飞船滚动调姿到位。对，对接机构拉回开始。长城报告，帆板停控正常。平移炮楼状态正常。长城报告，对接机构捕获。对接机构捕获。后续我们一定团结协作，精心操作，圆满完成各项任务，努力探索浩瀚宇宙。